对，这次黄仁勋这个董事长有意到台湾来设厂了，那全县都在争取，但是我想宜兰县是具有最好的优势哈，尤其是在我们国道五号这个高速公路，从宜兰科学园区到大台北需要1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那充分连接大台北的这个生活圈之外呢，我们在北宜兰县宜兰市的部分北有27公顷的这个宜兰运动公园。同时呢，离市区只有5分钟的路程。那南的部分是在连接我们宜兰县政府以及宜兰大学城南校区，所以可以满足我想董事长的这个员工在我们这边坐落，有休闲工作，还有运动以及生活多方面的需求，那能够完全的完善的这个提供更好的公共设施。那附近还有学校以及优质的住宅区，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让这些来到宜兰县宜兰市工作的这些员工有一个安心工作的好环境。